为着防范133年度天狗的疫情爆发加扩散，环境部结合着各县市政府超前部署以及准备，动员清除蚊啊滋生的所在，请各社区民众、志工以及社团做伙来执行巡道清路、巡查户内外积水处以及脏乱点，加强检查。该市长卫生局表示，天狗的白眉蚊介意伫积水的所在生卵，大约一礼拜就会成为蚊啊，成为天狗的病毒传播媒介。大雨以及高温过后，上适合白眉蚊滋生，因此呼吁民众一定要把握清除滋生源的关键期，针对自家附近的积水容器，伫一礼拜内清除积水，才会使防止大雨过后蚊啊大量的滋生。清除户内外滋生源以及环境整顿，需要民众长期配合，才会使达到天狗的防治上好的效果。民众只要落实巡道清路的动作，包括巡视厝内外积水容器，将积水倒掉，无害器物分类清除，留下的器物也要清洗，落实天狗的白眉蚊滋生源清除工作。新闻台民间市采访报道。政府卫生局正在寻找握力达人，凡涉及于嘉义市65岁以上长者，与嘉义市6家整合性健康筛检医院配合整合性健康筛检期程，完成健康检查，且完成口腔健康问卷及迷你营养评估表者，执行手握力量测，就可参加寻找握力达人比赛。每组录取最佳手握力前40名，就能获得总奖金10万里券奖励。握力达人就是你，欢迎来挑战！预防肌少症，降低跌倒风险，提早检测，提早预防。如有以下现象，就疑似肌少症，请记得寻求专业人员。活动详情请至嘉义市政府卫生局网站。嘉义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。